啊天哪，等一下，天哪，我觉得真的好紧张哦。我现在在看的是我们生命废陀的声明公告跟一些洗涤的注意事项这样，因为等等我就要来感受生命废陀这个手法了。虽然这个手法呢是我自己创造然后自己创立这个教室的，但是呢我真的从来没有在台湾就是给别人按过生殖系统按摩。那等等的话呢会有我们教室的丁丁老师帮我操作，因为我真的非常的怕痛，所以说我真的啊天哪，我真的好紧张，百感交集这样。那我们准备要签订我们的按摩同意书了，这样。OK， 等等就要准备去洗澡喽。那洗澡的注意事项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要把包皮退下来，然后清洗干净，冠状的部分都要清洗。那另外还有阴囊啊、肛门口的部分也都是要清洗干净，这样子在试坐上面才会比较卫生。嗯 ，Go。今天帮我操作的就是我们的丁丁老师。嗨，大家好，我是丁丁。丁丁老师要操作星星老师，有觉得很紧张吗？哇，有一点哦。放心，我觉得很好按。希望你会那个好好的保护我。好，一定一定。好紧张哦，好忐忑不安哦。我会跪在你的双腿之间哈。好，那等下过程有点酸酸都是正常的。如果真的有太酸太痛，跟我说。好。哇，好酸哦，那个腹股沟那位置，哇。又酸又有点痒痒的啊。酸吗？蛮酸的，就是骨盆底肌的地方。哇，这个好酸哦。人家骨盆底肌的话，它可以怎么样训练呢？第一个就是可以收缩肛门的这个周边的这个肌肉去训练它。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勃起的时候，然后去有点像是把尿尿夹断的那个感觉去训练它这样。哦 ，OK。你好酸哦。这是球状海绵体肌，也就是我们中医常讲的会阴。哦，原来会阴就是这边了。OK。那输精管好酸哦，天哪！啊，再小力一点啊，好酸哦。可以换个位置吗？真的太酸了。我的妈呀！为什么那些客人都没什么感觉啊？他们在装正经。装正经吗？老师，你现在做的这个是什么？我们这边就是在做你的阴囊的部分。那我们这边周边有非常多的微血管，它通过我们按摩的方式，会去破坏它这个细小的微血管，然后促进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好，了解。嗯啊，现在是要拉胆胆吗？没错。等一下，慢一点，慢一点，我觉得好恐怖哦。啊 ，shit！ 哇，这样子的。哇，这是又痒又有点很敏感哎！哇，原来哇，被别人弄胆胆是这种感觉耶！天哪，哇，等一下我穿了哇！要我轻一点吗？就是快要不能接受，但还能接受一个范围这样子，就又痛，然后但是尿阴茎的地方又觉得蛮舒服的，可是捏龟头的地方又好痛哦！啊，好，等一下，有点太 too much 了。这边等一下，我们提这个地方会稍微比较痛一点哦，稍微等他一下。啊，好痛哦！啊，好痛哦！天哪！这里。哇、哦、啊！等一下，认真的。哇，好酸痛哦！啊，好酸哦！等一下了。好像他生产，还是要什么在手术台上的那种感觉哦。好害怕哦！天哪！哇！啊！天哪，真的好酸哦！啊 ，shit！ 好酸哦，小一点！天哪！哦，我都不知道这边筋这么的痛哎！哇！啊 ！Oh my god！ 啊！啊！我开始啊！我，好痛哦！我真的很不喜欢拨输精管的感觉，好像打到胆蛋的那种敏感的感觉哦。哇，正面拨的感觉会更明显一点。就是它也不是痛，可是它就是那种很酸软的敏感的感觉，这样。那些客人他妈的我们都感觉好像没什么感觉。哇，
我都不知道阴茎根部那边可以这样拨、欸，天哪，好酸！哎、欸，明明就是我教的，我还不知道。我应该说，我不知道，原来拨这边的感觉竟然是如此的酸呢、欸，天哪！那现在这个动作会有点酸酸痛痛。好，你放慢一点，我真的很害怕，我到这里。慢一点，很痛了。等一下。不行。再小力一点，我真的快不行了。好不舒服哦，这地方真的很不舒服，很酸痛。哦，天哪，拜托。哦，小一点，小一点。Oh my god！ 哦，真的，就是酸到骨子里的那一种啊！是小一点，快不行、嗯啊。真的，大腿内侧真的太痛了。这边就是我们人体淋巴很多的地方。哇，难怪，真的很痛。真的好痛哦，最痛的应该就是这里了吧？我、哦、这边应该也是稍微比较敏感一点。在这边就是冲门穴。Oh my god！ 我觉得好脆弱。哇！就拨那边，然后会有点酸痛到龟头的地方。疏通尿。做这个疏通尿管时，我觉得是最舒服的地方。我跟人家说，其他都是痛到一个不行。哇，好痛哦！哇，这肚脐下面的地方真的好痛哦。哇，子宫。哇，血的血的。啊！天哪！等一下。好，好了，再帮我用力一次。来试一下温度。好，可以了。谢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丁丁老师帮我做这个生命费陀，这样。那我觉得，生命费陀呢，它其实就是帮助男生做一个居家的保养，因为男生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忽略了下半身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按摩啊，让我们的血液充足，其实对我们的性功能也有很大的帮助。那丁丁老师呢之后呢就会在新 studio 服务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谢谢你们，谢谢。